各位喺本港咧，今朝八点钟咧系会有国庆升旗礼噶。而家见到咧就系现场情况。今次嘅升旗禮咧，係由香港特區處理行政長官黃仁龍咧係主持嘅。經已準備好啦。請就座。請坐。Please be seated。現場咧將會有大約2500個嘉賓。包括是有政府的高层官员、青少年制服团体和地区团体。即将会由警察银乐队和拔萃男书院、拔萃女书院组成的联合歌咏团是奏乐和领唱国歌。升旗儀式咧，而家即將係會開始啦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升旗典禮現在開始，請肅立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升旗典禮現在開始，請肅立。The flag raising ceremony to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 is about to begin. Please stand solemnly and in silence.見到升旗儀式是完結之後，特區政府的紀律部隊和飛行服務隊在海上和空中敬禮。見到有船隻在維多利亞港噴出水柱敬禮。
現場都有啲青少年啊同埋學生團體啦，喺現場咧係拎住國旗同埋區旗咧係睇今次嘅升旗儀式。緊接住升旗禮嘅咧，就係稍後啦就會舉行國慶酒會，喺會議展覽中心係舉行。現在儀仗隊和護旗隊步操離開會場，請各位嘉賓留步。現在儀仗隊及護旗隊步操離場，請各位嘉賓留步。Please remain standing while the Guard of Honor and Flag Party depart. 現在啦，儀仗隊是會先行離開。稍後舉行的國慶酒會，處理行政長官黃仁龍會款待4000個嘉賓，包括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議員、外國使節和政府高層官員等等。